好好因为你在一路开始可以大家都去玩了然后我接一下我们班的因为刚刚走然后你找我进来大叔我要拉走了你的坚强不习惯然后五个的话然后五个的话外国人我不知道怎么办。我不知道怎么办。这样可以吗？还是要拍那个学生就好了。学生照到，然后底下的镜头也有。那我们这个。那个同学尽量看 VR 的使用人可以啊、哦、像这个笔电在录你们所以不要录到你聊天的这样椅子要不要拿掉会比较你们是觉得可能要高一点吗高一点这太矮了哦好这样该可以，要不然就拍不到那个。不怕这个，好像我找小远的像。哎、欸，这个应该干什么？好，这样感觉，哇，断续。我把椅子拆掉。你要走路。
蟹踩到我的脚。卷毛，你也在这里啊？我不是卷毛。这是谁啊？五八块钱，不会啊，这是美肌啊，这是美肌啊。好。不行，坐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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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祝大家有个大家美满。没有，楼下都要打。
我觉得我打扰了。
那个眼镜可以不用拿，没关系。我都看不到了。直接拿上去，直接戴上去就好。眼镜拔掉，我都看不到。只要能穿过去的。只有在相机下面，现在都找不到。到我背不掉它。好，直走前锋吧。拿自己的相机往前走。转身。这些出界，老师出界。他会哭。老师出界了，这叫哭啊。对。哪一个是什么？这个是右边。然后盖住，拿什么？下面这个。右手来一下。方便吗？电动机。我刚才去房间。好，那就再给他，再给他，再加油！
你先到空中。
你要被拿被台的给你，你干嘛一直拿我？不要玩我！左边左边左边，长的是中鞋，长的中鞋，右边鞋子，在右边你都怎么砸？都砸什么？还在找？在我前面，在我前面，左边有道门，哎，有了。你又听到一个奇怪的异性声音，不会啦，他们绝对不会在你撞的痛苦里面。直走，有直觉，直走。好，直走，现在你直走。你把它带远一点点，要不然摄影机拍不到它，太大。哎，不一方是女的。转身，转身。出去啊！出去！逃出去！快点！拿着，然后坐你。太夸张了，马桶可以拿出来。哇，马桶出来了。你要当我？体验的同学，请你交一百个字的回馈，好，这样我们这个课程明年再跑才会更完整。
这样知道。然后我们今天田立伟老师帮我们拍摄影片那么辛苦，好，这边来感谢一下田立伟老师啊，来掌声鼓励一下，感谢我们田立伟老师好辛苦的拍摄。来，大家那个李耀勋交给你了，现在应该差不多要上课了，不对，已经上课了，现在已经上课六分了，现在是11:06了，所以赶快现在解散了，回去上课了。Thank you.